这个台内球与近台球的结合啊，那就是垫步进来，垫步进来去挑一步，然后回来拖延，啊，记着，啊，挑，啊，啊，挑一个传一个，啊，挑传一个，啊，这是把下旋球变成上旋球，然后回旋之后打相持啊，两点这就可以了啊。你看，你从这儿先上来，挑起来就是挑起来就是为了让它变成上旋球，然后正反手跟它对就行了，那打相持了，啊。这个是台内的调打和近台的这段技术的结合啊。那么台内的摆短呢、劈弹啊都是一样的啊，结合技术全是一样的。你摆短一个也要退回来，因为防止它给你劈弹或者给你调打。那你劈弹一个，劈弹本身就要长，就要准备反击了啊。劈弹就想让它拉起来，然后你必须要回来之后跟它就对攻啊，对攻。啊，也是近台的相持啊。这个台内的技术转为近台的技术，都是要需要垫步进来，滑步出来啊。这种结合，就是台内和近台的结合。